什么掉呀？反了。河南洛阳网红钢索桥无预警侧翻，数名游客头下脚上倒挂在数十公尺的高空中，还有人紧抓安全绳，一动也不敢动，等待救援。来了，你看跑过来了，救他们呢。前座他翻了一下，人家倒挂过来了，他工作人员都把他人都救下来了。洛阳龙潭大峡谷的网红桥是建在峭壁上的钢索桥，全长88公尺。2023年7月才通过安全检查，怎么不到一年就发生侧翻情况？园方这样解释：当时那个游客就是可能他自己在晃动，然后就是意外会那样。虽然把主要责任推给游客，但钢索桥已经关闭进行检修。大陆春节连假放到初八，著名景点乱象频传。山西五台山游客直击，游客中心提供的免费桶装饮用水是从女厕水龙头装的，让他痛批实在太恶心。我泡面都泡好了，才发现是在厕所接的水，之前还纳闷为什么水桶是发黄的。被抓包在厕所装饮用水后，五台山解释，园区内的自来水都是山泉水，水质比较好，工作人员和当地居民都是这样喝。同样觉得自家水质没问题的，还有武汉的园博园。这是园博园，花60块钱门票进来，问抽水的，这等美女坐到厕所给我的洗澡的。游客嫌弃园博园水池又脏又臭，是臭水沟，官方不服气，自己也拍影片。这个水啊，味道还可以。用干杯挂保证，池水肯定干净。镜头还特写水中有小鱼游动。有网友评论，这样辟谣够给力，但也有人认为眼太大反而让人观感不好。 TVBS 新闻程序李敏珍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